中国我所采取方，一个巨大的混球如何推翻它，看看四个诺贝尔获奖者的取景，一个流放在外，一个死于漫长的牢狱中，一个晋升取名从作家协会的名册中，一个被科学院院士评为拒之门外，即便他们是非暴力主义的心头，当下中国的良知与大脑。由此可见，如果他用力，便极力吹捧，鸡毛也能上天，物理也能发光，不惜动用全国的吹鼓手，骂街的摇身一变，元号与唢呐全都派上用场。如果他不用力，一切光照都可视而不见，一切人都可以收监关押，一切声音都可扼杀消去掉，凤凰变鸡，星辰也会落下，把孔子抓起来，什么圣贤师表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，劳他不死，发配回山东老家监斗改造，把屈原拉下来，什么爱国诗人分明是一个叛国者，满腹牢骚，无路可走，迫其投河自杀。毛泽东下令打倒孔老二，铲除儒家思想，楚怀王只好偏迁西遥，奸佞当道，再把毛王打倒，鞭尸养晦，迟早总有一天，在这里没有不倒的偶像坐标，毛将自己五马分尸，只因新毛必须把老毛拔掉，才能引领风骚，永远为我所用，祭孔与悼孔，祭毛与悼毛，因时而虚，不要跟我谈普世价值、国际规则，也不要说中投是一个遵从传统利益、因循守旧的国家，除了压迫与服从以外，贪财、怕死、好面子、缺乏同情心，是我们共同的特质。神州大地，神魔当道，革命与改革都是欺人之谈，奏戏表演，无望的挣扎。一个民族要想稳步前行，屹立不倒，怎能没有灵魂与精神导向？一艘浸于海洋的大船，怎能没有航海头？罗盘针又去了哪？动辄泄露为尘，磁力为虚，血感与它一较高下，一个巨大的混球如何推翻它？